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国光帮铲除恶习，沈玉玲精神分裂啦！你不大声啊，你会被这个声浪整个淹没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戒除你的坏习惯。都是那不是搞什么？小甜甜是我看到最美的女艺人啊，最现实，然后最会发春的，有帅哥在哦，哇！妙语如珠，高谈阔论，他脚会开的时候都集中在那个时候过瘾啊！对，舞到你身上，这集的钱分一半给我们俩，真的，我问你爽到你。你等一下那个什么？讲什么呀？就这样子，安定的时候舞到他们两个中间。没有，不会讲。好，这个新的一年呢，其实要把很多的旧习惯改掉。其实今天来到这四位，其实都很多的怪异的习惯。像我们圈文就有啊。然后他的习惯是老不拉拉链。他在我们这么多，起码有20次哈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还有流口水，这当然故意的跟不是故意的，对，没有故意的，什么时候故意？对不对？哎，你这流口水改掉没？流口水是大家有时候都会的，有时候讲得太激动就会。你屁，你根本没讲话在旁边，出歌了我。是狂犬病才会，狂犬病才会一直流口水。OK， 好，沈玉玲是。所以你请问一下，你这个习惯哈，带给你生活上什么样困扰？困扰是这样子的哦。你的习惯是什么？讲话呢，容易呢，音量呢变大啊，爆冲这样子。哦。有的人是讲话天生大声，那就无所谓，大家就习惯了嘛。是。像我爸爸一开口就是大声。哦。搞什么东西啊？是王八蛋！哎，没有。他有时候自己看电视，他自己在看政论节目。是。我们在二楼也是跟他讲王八蛋。那我们就习惯了，因为就知道。那我们的问题是说，哎，那个频率本来是很温和的，然后突然就会爆冲，然后又荡下来，然后又爆冲。开始了。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？你以前做制作人的时候还好啊？还好，是我跟你讲啊，这一切的一切呢，都要怪罪于某个节目。以前我跟甜甜一起合作的那个黄金 B 段班啊，对，一次哦，搞了几个艺人啊，十个，那这十个都是重炮手哦。是，你看啊，我啦，甜甜啊，小钟啊 ，No No， 王彩华，小马，哇塞！第一天录影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说大家都是前辈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发现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谦让啊，因为在那个场合之下哈，你如果讲话小声一点，是完全是被淹没的。那个节目很怪哦，不讲大家都不讲，要讲哦，轰啊！十个人一起讲啊！然后第二次录影我就学聪明了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这次来哦，一定要带机关枪。因为第一次录影是带手枪而已嘛，不够力，要带机关枪。结果那个彩华姐哦，开坦克车来，要用唱的啊。对，她用唱的，而且她就讲话的音量也很尖很大这样子。哦，那个节目竞争到哈，我不是讲过一个笑话吗？有一次哦，那个小马就愤恨不平，录影前就在喝酒。他说：“你们看好了，前几集我都没话讲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每个厉害嘛，你们自己都说你们是棒球的什么第几棒？”第四棒是啊，你们都很厉害啊，他就一直喝。运哥，我告诉你，我昨天呢，我一个朋友说我模仿阿炳很像，然后他就模仿给我看，阿炳，他就模仿给我看。那我这个人就是人家这样，我就说人家好嘛，哎呀，好棒好不好？哎，你就是厉害的，你比唐崇盛还像。就说真的哦，要不要喝一杯？我说不，你喝就好了。正式录影的，他就一直想要找一个点哦，可以模仿阿扁，但没有点。问题是那个话题跟那个阿扁又无关，好，在聊那个什么鞋，那女生的哪一双鞋子很漂亮？然后我就看他从头到尾哦，全神贯注哦。可是那个话题就不是那个啊，他就没有点啊，终于已经快要 ending 了。然后那 No 哥主持了 ，No 哥已经说好吧，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。突然，阿飞，阿飞。
就哎，赶快告一段落啊！你跟阿扁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在偷笑的。然后后来，因为他那个时候酒也发作了，他就一个人站在那个摄影棚景片的窗户上，蹲在窗户上面。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他的举动是什么意思。对，所以呢，就从那个时候养成的，就是哈，你不语不惊人死不休哦，你不大声哦，你会被这个声浪整个淹没。是是是。那为什么你会说，哎，岳霖哥每次他讲话哦，都一句话好像都故意要讲得很耸动，在那个十几个人哦晃的那个状况之下哦，你不要讲一句哦。就会被顶尖师注意到，冲天炮，一定要冲天炮，所以一定是大家，他就是笨蛋，你一定要唱出他爸爸的名。冲出那个图，那个他冒突破重围，但是你这个行为，你的太太有没有意见？后来呢，就因为一天一天录，结果就变成习惯了，就变成内化成哦内心世界灵魂的一部分了。哇塞，所以。黄金绿变他妈就是我跟我老婆认识的那个阶段，后来结婚以后呢，就变本加厉啦，就变成讲话哦会暴起暴落，所以这成为我们夫妻相处的问题。所以你私生活也会这样？我私生活也变这样啊，对啊，就是不自觉啊，会忍不住。今天刚刚来，我们在开车，在那个家乐福那边，在找停车位，我说哎，对啊，那个位置可以啊。我都被你震破了，生气，他生气啦，因为他以为啊，其实我大声是一种激动，是一种肾上腺素加睾固酮的分泌而已，可是他就认为说是我在口气不好，在情绪不好，他说有时候女生有时候很犹豫不决，我说哎，那晚上你要吃什么？他说随便你啊，好，那我就随便，我就说那吃日本料理，那不要啦，那我说那吃牛肉面。啊，不要了，随便你了，看你要吃什么。我说那吃烧烤，他说不要。你到底要吃什么？大家又生气了，可以了解，这个可以了解了。对啊，这个哦，对啊，啊等然后又不高兴了，然后那一高兴可能又三五个小时冷战。对啊，那你除了老婆疯狂之外，你还有惹过别人生气？我有个徒弟，你也认识，小飞吗？一个那个肖姓制作人，肖一下，肖一下。那因为他跟我工作了差不多十年，所以也被我感染这种习性。有一次呢，我跟他好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吃那个市民大道一间烧烤，好，然后席间呢就来了一位大哥，那肖飞也是很会收球的人啊。他就说啊，大哥你好，我敬你。大哥你哪里？好，就喝了一杯。大哥你哪里？你干什么？然后大哥就说哦，我那个北投。好，然后小伟就说啊，北投问熟啊，北投有一间很有名的面店哈，啊你有没有去排队过？啊他小伟讲话也是喜欢哈哈啦，你有没有去排队？哈哈哈哈。那大哥脸就有点沉哦，排队，我这辈子吃面从来不需要排队的。然后那个肖就说啊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您是大人物嘛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都笑了。大哥说你哈哈，你哈什么哈？这辈子没人讲话敢跟我哈哈。肖就脸沉下来，就是他发现得罪人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这是我说话习惯，这是我口头禅。啊，你好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大哥旁边的小弟就站起来了，然后也是混战，就打起来混战成一团。我还记得夏威还说，夏威已经被逼到墙角了，啊，还说你们不要，我只是要跟他过去跟他讲个道理而已。啊，好讲道理，好好讲。他走到他旁边，我为什么分了？当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想说这个会上社会新闻，因为已经有人在报警了。还好是那个店员机灵哦。拉我到那个后门，你从后门离开，我就从后门跑哦。我第一次跑了，跑快，可是跑很远都不对啊。可是我车停前门啊，回到前门还好，我从后门离开，因为当我再回到前门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打，可是已经四台警车把他们团团包围住了。那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，最基本的一定会抓去那个嘛，去做笔录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小伟太好笑，我跟他讲到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为什么不能？肖也很爱笑嘛，对啊对啊，他讲什么都笑，精彩。早上去找，下午来了，你来了干什么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戒除你的坏习惯，请就坐。哎呦，哎，不是他们要讲完故事吗？没有，个案哦。
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今天要戒除你的坏习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有辅助品啊。嗯哼，请看你的顶上。顶上。头上。哎哎哎，怎么会有这东西啊？你看，你又换了。这个白。所以这个这种表演方式比较像马伯贤，你走这个路线的。好，现在开始，你先发誓。好，发誓，我在新的一年，我要戒除我那个暴起暴落的习惯。好的，在这里郑重的向观众朋友表示，还有你太太，还有我太太以及我身边的朋友，由于本人的这个暴冲呢，音量忽大忽小呢，造成那个社会各界的不满。啊，那身边朋友的困扰，好，所以新的一年呢，人总是要有新的改变，好，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我讲话呢一定维持一个平和的态度，一个 peace， 好长哦 ，warm， enough， enough， 哎呦，收嘴啊，鬼啊，多了，因为你又激动了。警惕你哈！对，从今以后呢，希望能够做出一个全新的自我。哎，对，我希望我讲话的态度能够像许建国这样啊，就是平和。嗯，那也太平了吧？稍微稍微，因为起码听起来人家会比较舒服，不会舒服，不会有压力。尽量不要爆冲就好了。对对对。请问一下，你上其他政论节目啊，反正你各种节目都上，你也会这样？哦，也会。政府无能这样哦？也会啊。哎呦，真的啊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虫。沈玉玲原来也有颗心。老师，我也有我会怕的人。我有常常住在夏克力旁边，然后我每次在那边讲说，有一次我就怎样，然后突然，对，我也是那样。然后录完上车，我老婆说回家吗？好看。请问一下，你上其他政论节目啊，反正你各种节目都上，你也会这样哦？也会，政府无能这样哦？也会啊，哎呦，真的啊，有点爽的。好，我曾经在政论节目讲过一句名言，我说那个如来神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降龙十八掌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，最可怕的掌是什么？是有点爽掌。好，你现在开始讲笑话，三分钟。讲笑话，再讲一个一般的普通笑话。对，对。那我们看你怎么表现，预备起。有一个，我尽量平和啦。啊，平和。音量。有一个人因为就杀人就犯罪，就被关进判了这个15年的徒刑，就到监狱去了。是。到监狱去呢，过了很漫长的枯燥沉闷的日子。有一天他想说，这样子混吃等死也不是办法，他决定呢在监狱当中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有一天呢，他发现了一只蚂蚁，他就想说，如果可以好好的训练这只蚂蚁，好让它做一些特技，那么等它出狱的那一天呢，就可以靠这只蚂蚁来赚钱。所以呢，他就开始训练蚂蚁前进、后退、向左转、向右转、后空翻、前空翻，啊，各式各样的特技。好，经过了10年的苦练以后呢，这只蚂蚁呢，已经变成不是一只普通的蚂蚁了，它已经变成一只可以做特技。像海狮海口般的一只特技蚂蚁了，不想画，不想接，那已经在抖了，对，快受不了了。出狱以后呢，他就把这只蚂蚁呢带在口袋里面，啊，第一天他就决定要向世人昭告说，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，而且他有一只蚂蚁呢可以为他赚钱，啊，有一只蚂蚁呢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他已经成功转型了。所以第一天呢，他就找了一间夜店，好，到了一间 pub 去，好，到了 pub 去以后呢，坐在桌前充满了自信，啊，然后就跟这个 bartender 讲说，我这里有一只蚂蚁，你看， bartender 看到有蚂蚁。刚刚好，真的好，有蚂蚁。我一定要把这个笑话讲完。这个笑话好笑是说，因为他15年的这个忍辱偷生，就是为了展现这只会特技的蚂蚁。他坐在那个吧台前面说：“你看，有蚂蚁。”那个吧台就说：“有蚂蚁。”砰！就
因为笑话你 ending， 你不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动作，对，就不好笑。那那个点会出不来。嗯，要加强。但是讲笑话算了，希望你这个新的一年啊，在这个大家言语之间那个聊天的时候稍微冷静。OK OK OK， 好不好？来，通过考验，请。第二位，我真的流好多汗。对呀、啊，卫生纸可以借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请自取。我们是面子哦，行情还可以。你那个是退兵吧？退兵喂，好。第二位小甜甜，你的坏习惯是什么？就其实我的坏习惯不是我觉得的，是大家觉得的。你现在已经在做了。就是因为，不是因为我习惯性就是腿这样会比较通风，你知道，因为比较胖的，下面有那么燥热，有一点，因为你看胖的人他脚会磨，磨就会很热，有汗，对，而且再有时候上一个来宾讲话讲太久了，你真的没有办法，你姿势就要换一下，不然就没有办法啊。可是你这样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电视机前面观众的心？其实你知道，以前我没有想到会事态这么严重，然后是到后来说开始影响到我的生活，才觉得哎呦好像有一点严重。因为之前我在友台主持一个外景节目，所以可能那个频道呢它比较保守一点，但那是一个游戏节目，游戏难免就会摔下来。那摔下来的时候，你都会想说要给他们一些效果嘛。因为以前我受玉林哥的教育以来，就是在你跌倒的时候，他就说脚打开，不扯下来，然后我就一直他的那些话言语，在我每次玩游戏的时候都在耳边一直围绕。给我澄清十秒钟，我是对所有的女艺人交代，可是她是例外。因为漂亮的女艺人哈，就是哎穿帮一下露一下，那我们给她打一颗草莓哈遮一下，观众觉得好可爱哦，若隐若现，对不对？引人遐想，可是。我不希望他这么做，对，我也在那里面，所以我就一直把你的话当做一个就是圣旨。所以我那时候玩游戏，我只要一被吐下来，就啊，我就想办法要把脚开很开。而且玉林哥那时候还会跟女演员讲说要找镜头，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找到镜头。所以我都会找说啊，这边的啊，就会开开，就或者是衣服什么，那我就会想说哇，这样制作单位一定会很喜欢，因为那是一个很棒的效果。那有一天呢，就是也是制作人，然后那个我还记得制作人也是跟你很熟的三福哥，那三福，对对，他就三福跟夏威都是一挂的，对，他们是一起的。然后他来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凝重，没有，但很凝重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他们电视台的主管说，就是如果我在玩游戏脚还这么开的话，要把我换掉。那我就心想说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高层都关注了，真的，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吗？因为他们说每一次播出的话要避的话都很难避，然后他觉得这样子不好。是谁说你脚太开对神明不敬？哦，不，因为白云哥，因为白云哥跟我以前开讲的呀，然后后来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他聊一些神明的事情，然后后来他就说，哎，看吧看吧。你在拜神明的时候，我们跪下就是这样，你是这样跪、啊？不是不是，你知道不是，其实是这样子跪，不是你讲，因为我要讲很多，要说信女是张芳宜住在哪里怎样，然后说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事业什么拜，对，你就越来越诚恳，越来越开，然后尤其讲到感情的时候，抱手就很开。他有时他也他本来是这样，他宝宝也会啊。他行不哎，胖啊！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有时候那个分头都是你来，你要锁，对，你要开，所以就是有时候那真的是无意识的。我可以了解那个上面的那个感觉。因为我三天前跟你录那个特别节目，对，我被他枪爆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是玩了一个游戏，然后第一个人趴到那个枕头上，就是他就要攀枕头上，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在绕，然后我趴过去，我就跳到枕头上，我就很开心。后来我看到小甜甜飞过去我的头，我的后面我觉得哦被撞到了，然后那个枕头在这边，他一直你往里面，然后他就往里面往里面，然后我在下面，我就啊。徒弟的，那是你徒弟吗？人家我看你那天脸，他在想你要跟我讲话，是谁？你是不是他？他对我好。那这个，因为我当时我当时你一定要讲，因为他做完一个行为，然后他还安慰我说不要这样子啊，因为老外的眼光比较特别。当时我人在现场，所以我讲这句话很公道。对，第一次他说小甜甜压在小甜甜压在他身上，那是因为他们玩游戏很激烈，是为了抢那个垫子是没有错。这小甜甜那是意外的，可是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哦。第二次呢？有 PK 啊！第二次对 PK 的时候，我看得很明显是夏克力很故意的，因为小甜甜已经先抢了。对，那夏克力说：“夏克力故意骑上去的。”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因为他那时候我在绕，对不对？我在绕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。
时我就开始过他，然后他就，然后他就抛进去，然后他就坐在那边，他有多时间，因为太外面了，然后我就开到他，我就进去他那时候，他往后面，我就是那个。那个小甜甜是趴着嘛？好可怕！我拿小甜甜，对，他就把他撞上去，对不对？一抬手，把那一啪就眼睛。然后再就我在下面，然后在这里，哎，我在快递区，我就哦。后来录影空档，我们下课立说。哎，你怎么对小甜甜会有这样的举动？他说：“玉英哥，你不懂，我在我们家，我们外国人啊，外国人的眼光啊，黄家千不是美女，小甜甜才是美女。”我真的，我没有这样子讲啊，什么话啊？我没有这样子讲。眼光不一样，一个节目里面不能两个沈玉玲。对。那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个毛病对不对？你有想办法去有控制自己？因为像有时候私底下有时候讲话比较那就没办法，然后比较熟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你老穷哦，因为说很随便，你没力了。每次白云录影都说啊，小甜甜来了哈，那个脚要开开的哦，啊，属牛属羊的人头请转过去。对，然后就算了嘛，就是也不关马国贤的事哦，我这边做的好好嘛，过去哎有蜘蛛，从你那里来的，叫我来乱爆笑，对，真的很不好笑，然后我就想这些就算了，可是上节目因为制作单位就还是会。就是会这样告诉我说喝一下比较有心的，那我就想说好不行，我一定要警惕我自己，我就会抹绿油精，因为比较凉，因为你两个黏在一起就会超凉。嗯，对，就是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把它用，就是你会想办法把它手这样会不会？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勉强？是有一点，所以你们知道。你为什么不抹手就好了？这样。我把每次教学劳民小甜甜差很大。你翘个这样子，翘一下。我。好，这样子，来，你起来，这很不符合了。拿米来，拿米坐一起。哦，睡，脚翘起来。哦耶，还不错，这一下好。OK。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勉强？是有一点，所以你们知道。你为什么不抹三秒胶就好了？这样。就停住啦，不就好了？当然 OK 啊，不行吗？然后你会说，那我如果录完怎么办？录完呢，你就上，好不好笑？为什么你在讲别人的时候都会？对，然后我就有想过抹一些凉凉的东西，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太辣了，你会开更开，因为很辣。哦，我们今天来帮你戒除，来，请就位。你要帮我干？没有。你干嘛不甘愿啊？你刚才看到舞蹈跟这种脸吗？对啊，快点去。不是甘愿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哈。要夹在你的双膝之间，你要把它夹住哦。如果说你开开了，它会掉下来，这个就下来，好不好？很好。小甜甜，我们要对您进行快问快答，预备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你什么星座的？处女座。香蕉什么颜色？绿黄色。你的初吻？很巧，你的初吻发生在几岁？没有。是国子吧？国三。几岁？我16岁吧。好，哎，他脚夹带在抖了。请问你的三围？75F。F 32吧，32、38。32，鼓啦，你下来了。没关系。今天穿的内裤什么颜色？灰色。你跟哪个圈内人交往过？没有。说实话，你要帮我剪一下。对对，我帮你剪。讲一个就好了。说实话，特别来宾加上主持人，总共有几个人？7个。还有助理啊。没关系，多了算了。你有几个位？4个位。三位主持人谁最帅？你们都不是用帅著名的。你们都不是想做好人了，打开了，谁问就讲谁就对了。圈内哪个女艺人心机最重？都还好。你说我？你帮我。6只鸡总共有几只脚？12。沈玉玲跟哪个女艺人传过绯闻？哇！说
说出屈中恒的三个缺点。五、四、三。优点太少。干嘛？哎哎哎哎！拜拜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他那个，他刚刚有张开，为什么掉不下来？你知道吗？粘住，粘住了。哇塞！会流汗。流汗，又有一个流汗。好，像是用铁板的。预备起。还有，请问。彩虹有七个颜色，哪七个？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很好，哪位女艺人整形过？那个东江东路有 sample， 这么有放？真的啦，那个整形诊所有放吗？光妈妈晚上几点播出？我妈妈是谁？光妈妈。11点。好，圈内哪个主持人最爱耍大牌？最爱耍大牌，哦，人都很好，都好没有啊，说谎，不知道，哎，屈哥，刚刚才录影在等他，你们都在等他。好，这题很难哦。李安的《少年披》电影入围几项奥斯卡？11件，11项，因为这是少年拍。台湾第一名模是谁？林志玲。1+2+3=5。五是什么？五啦。打成五。6啦。1+2=5，对。好，结束。谢谢大家。哎呦，是。哦。对啊，你真的会出汗呢。很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通风。你有穿发热衣吗？所以我有时候是真的通风，你知道吗？姐，她刚刚走过来是这样走过来。有汗啊。走路很豪迈耶。嗯，反正你可以稍微侧一点啊。不用，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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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比较应该会抽筋吧？应该舒服。对，可是比他这样好看。腰受伤，你翘一个这样子，翘一个这样。哇！所以我都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这样子，你要双斜侧，这样子并住，并起来，并起来。这样，这样子，这样，对对对，来，你起来，起来。这很不符合人体。拿米来，拿米做一次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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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拿米做。哦，所以所以所以，脚翘起来。哦耶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等一下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接下来夏克里，夏克里，你这个激动派的一个性情哈，哎，我听说昨天有人说我是加拿大的盛玉玲，对对对，谁说谁说，我是台湾的夏克里，盛玉玲，是你讲的对不对？我说他是昨天晚上他讲的，那你这样的行为。你小孩子会跟你学吗？会，会。你小孩也会这样、喔？会。他现在也高血压了吧？我其实在家里比较少做，就是要突然发生事情，譬如说开吃，我们都开吃，不知道为什么开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突然就呀发疯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你开吃，你要安静，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是开始嗯在后面，然后就夸到前面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或者呢，或者我就是哦。我你在干嘛？后来听到一个声音，因为我刚去接小孩子，带他回家，我就很好开回去，然后看那个人，然后跨到我前面，你在干嘛？然后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从后面说，我在看电视哦。不是不是你，我乖乖，我就不要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觉得我是跟他有点气的，问他在干嘛，他吓到对不对？有一点吓到，或是看电视。看电视就是不太会激动，除非你是看，比如说橄榄球比赛，对不对？运动的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就是丢，然后那个人说那个哦，他这样子做的，不合法，怎么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然后我就看我女儿在自己一个人在看 Dora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小女生，然后有 Swiper， 一个狐狸，他会来偷东西，然后他们说 Swiper no swiping， Swiper no swiping， Swiper no swiping， 然后。他就没办法，他就会 Oh man， 然后那个 Swiper 来了，然后他要来，然后说 Swiper 都 Swiper，Swiper 都 Swiper，Swiper 可是 Swiper 已经偷了那个东西，然后他就说，啊，你干嘛？你居然会这样？对，然后就，啊，你在干嘛？这个就跟我学的，糟糕了，3岁。你这样的个性有节目把你列为黑名单？
哎呦，有的制作人，譬如说有一些，比如说美食节目或是什么东西，他会觉得我太嗨，太激动，太激动，说不适合上节目。Okay. Oh. 可是我觉得很怪啊，因为我知道那个节目我上的时候，我之后会在那个家乐福去买东西，或者搭那个大润发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买东西，然后我会有阿嬷过来跟我说，哦，看到你做菜那个节目好好笑，你是一边做菜一边这个，啊，对，我记得放这个进去，我还要这个，哦，好好笑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有人在大那个大马一场过来跟我说看到了很好笑，然后。黑名单啊，怎么会这样子的呀？好惨。对，他真的会这样啊，人家端那个东西上有盖子，不知道是什么食物嘛，要大家猜说里面是什么食材。盖子一打开，只不过是一条鱼而已嘛，大家哇是鱼啊，打开，啊，我怎么是鱼？怎么是鱼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是没有东西，不是啦。谁鱼？你也是。你跟他录影。录完以后直接去收金啊！老实讲啊，这个屁的，你自己也是。老实讲，我也有我会怕的人。我讲话很大声，可是我每次我因为我常常坐在夏克力旁边，然后每次在那讲说，有一次我就怎样怎样怎样，突然，对，我也是那样。是夏克力，所以我每次如果坐在他旁边，这次比较好，因为都隔那个小甜点。我每次如果你在我旁边，我也我不在。小甜甜已经变一个人了，对，要去收集，好文静啊！不是，你知道太恐怖，因为我今天的过年特别节目，你知道，就他们两个，然后白宇、马国贤，真的好可怕、啊。哦，对我讲，马国贤在更可怕，马国贤最近不知道感染的什么毛病了、喂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，喂。对啊。然后我每次坐他旁边哦，录完影，我就耳膜很痛，然后我们不是讲好说你讲话冷静？好，对，好，忘记，没有那个就会忘记，然后没有那个就会忘记，然后录完上车，我老婆说回家吗？啊，不要。小甜甜很现实，一切全靠帅哥决定。小甜甜现场帅哥，他表现就不一样。没错啊，小甜甜是我看过录影的女艺人哦，最现实。然后最会发春的，有帅哥在哦，哇，妙语如珠，高谈阔论，他脚会开的时候都集中在那个时候。我们不是讲好说你讲话冷静？好，对，好，忘记，没有那个就会忘记，然后没有那个就会忘记，然后录完上车，我老婆说回家吗？啊，不要，先去行天宫好了。先去行空。小天今天显得特别安静哦，真的。小天，你要不要来一个疯狂，学他们一样？哦，没办法，他们太厉害了。可是他的疯狂也不是大叫的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最近的人很多人都。可是他变得比较斯文。小天是小天现实。嗯，现场帅哥他表现没错啊，小甜甜是我看过录影的女艺人哦，最现实，然后最会发春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各位，你们仔细观察他们录的每一个节目，有帅哥在哦，哇，妙语如珠，高谈阔论，他脚会开的时候都集中在那个时候。都会这样子，只要有一个帅哥在啊，如果现场没有帅哥哦，哇。郁郁寡欢，不然就一直想收工，有没有？心如止水。那你们为什么要找修哥？一定是一样的心态啊。没有，我们是服务观众。可是你们这一集真的太坚强。你都在服务帅哥。这整场最帅就他了，你觉得？因为我们看你看久了，我们要稍微冷静一下。哪有这种事？好了，世界还是美好的。你讲完了没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给他好了，因为我没有接触的话，我就不用在那边被撞到，你知道吗？嘉义，你以前在加拿大做电视的时候，你就会这样吗？比较不会了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？是因为加拿大电视节目是那个不能这样哦，杂志新闻节目，然后去访问人家，然后谈东西都是你为什么这样啊？不用，因为也是讲英文的，也有很多时间给人家讲话。他讲的没有错，就是因为我们去做这些节目，就是要很多很厉害的 no no 在朋友小钟啊，他们台湾的录影环境太吵了。然后你要加一个时间，你要赚你的钱，你就是要。讲话也不能被监视去的，你讲的话也要是可以快快的放进去，还有一定要有效果的，或者说被监视去，然后就是，到底是剪进去还是剪出去？如果人家把你剪进去，就不用插话了吧？对。然后最好插话就变成，然后是一个外国人，所以他们讲话很快，然后那个想的很快，我就有时候觉得说啊，算了，我说什么都可以，我就是要去，哈哈哈哈哈。最后他们可以去支付哦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哦，
我有注意到他这一点哦，他有时候语无伦次，他只是比大声而已哦。人家在讲开车的经验有没有？就七嘴八舌对他开车啊，他就开车了，开车了，开车了。发出那个音乐，内容。OK， 你要冷静。OK 了，没有，他就喜欢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考验你，来，请坐。哦，糟糕，糟糕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有啊，这个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希望你来绕口令。哦哦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有些大字报。No problem。你看那边有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速度哦，稍微要快一点。快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哎呀。好不好？冷静哈，不要激动的，不能不要激动，但是要快。你要 count down 哈 ，one two three go。东施又是是个可是狮子，西施的又是是个狮子，东施的人伤药是是个那这个狮子，西施的人伤药是是个狮子，只是个狮子，只是个狮子，不知道去东施买，只是个狮子，不是要到西施买，只是个狮子，对。对什么？你在对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是大发飙了，他们关门都见房间晚间都被一直撞下去，啊！我痛，好痛！笑得要激动 ，calm down，calm down 哎！我才流血，那样不会流血。来换一个 ，OK， 来，预备 ，one two three go。顾家有个师傅，做了一只兔，买了一布一匹布，喝了一壶醋，一不小心吃坏了肚，乌拉乌拉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开始哈，哎呀，你只要、哎、你只要这边的青筋爆出来，我们就找。我脖子脸色变了哦，好激动哦，对啊，都红啊，哇塞，康纳，我一身汗哎，康纳康纳没，坐到那边都会流汗。Go， 顾家有个师傅追了，我拍追了一只兔，卖了一瀑布，喝了一屋一屋醋，一不小心吃坏的肚，乌拉乌拉的吐，哎呦，飞进去了。好，小哥，讲话要试着呼吸。OK， 好好。你都不呼吸，全是这样，全是这样子，看不到我在说啥。好，预备 ，Go。顾家有一个师傅追了一只兔，买了一瀑布，喝了一壶醋，一不小心吃坏的肚，乌拉乌拉，他都乌拉乌拉都。乌拉乌拉，什么东西？我要讲话。好，算算算算算，他头已经快流血了。他没要救了，这个没办法，没有救，没有救，没有救，算了。但是有进步一点了，有稍微进步一点。OK 了 ，OK 过关可以。不用改，不用改，你不用改，这你不用改。谁领？谁领？你试试看啊！为什么？我帮你加一些夹子，比较有刺激。对对 ，OK OK。哦，念绕口令我就会很平和了，这个环境。很快很快哦！不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他我的刚写的那个。好 ，OK。那个果汁的不要给他看。都是有啊。OK 好。预备。可是你知道这个，你不需要我的那个。喂，需要需要需要。预备起。东市有四十四个柿子，柿子有四十四颗狮子啊。东市，东市。的人，你搞什么？我要那个好吃的人，我不要，他不懂啊，不是，因为他写的不是正统拼音啊。哦，东市的人，开始来，东市有四十四颗柿子，西市有四十四只柿子啊，哎，东市的人想等四十四只柿子啊，西市人想等四十四只柿子啊，是是是是是是啊，还不知道是不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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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撒金奴小厨恶习，胡说八道发神经。但是你有什么坏习？讲电话的时候那个会带动作。喂，哎，我吃完了。哎，哪里的你眼睛身体？哎，你这个什么文法？是在？不是，你这是跟我约天母吗？天母的什么地方啊？你讲一下。但是你有什么坏习惯？哎，你在这里。讲电话的时候那个会带动作。为什么？就有的时候都会暴露啊，或者是干嘛？然后暴露、欸。喂啊，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山坡？哦，然后你现在要右转。那到了吗？啊，你等一下八股的时候哦。然后有的时候那种动作太大会打到人家。你打到过人家？有啊。那啊，就有一次也是在快炒店。快炒店。哇，那个哇。快炒店是是非之地。夏天的时候大家哎。欸
有料的就掉嘎嘎嘛。嗯。哦，就这样尿尿，然后就亮了。喂，你们快到了没？啊，旁边有个大哥也是，哇，清哎，没有清明上河图哦，满的。好，他来尿尿在旁边，是不是？你们到底要不要？他大哥，你不是降回转吗？直接刺到你，然后刺到扎到鼻孔，我要拔出来。大哥，先左转好了。然后那个大哥，哎，渡丢啊，渡丢，你要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你的事情我们待会再处理，我先然后挂掉，报警，直接报警，孩子。喂。你叫那个大哥来听一下。嗯，你等一下，你看那个大哥还在等我，因为他还在流鼻血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等一下怎样哦，他也尿完了呢。哦，我尿完了。我们在那个快手店，你们赶快来啊！哦，啊，大哥来，我讲完了，我们外面处理。嗯，他说啊，你们今天带多少人？不多，等一下通通来。好，我就等你。哇，他们那边挂这样哦，哇，他们好像是刚刚就是庙会完。嗯，回来，站塞地塞地，哇塞！就等他那个黑黑的，不要放他走。然后我在那边，就是他那个有图的，不要放他走。有图的，两个对杠啊，结果啊，你那个兄弟来了没？来了，警车来了，六部。来，我们外面讲，一出来啊，你的兄弟呢？有没有看到黑白色的车就是了？哎呦，聪明哦！只有暴露还是任何事？就任何事都一样，就好比说，哎，那个什么，打电话给老婆，就是，喂，老婆，你那个衣橱有没有？这样打开的时候呢，那个抽屉第三个，这样一二，这样你先拉开，有没有？那个我的那个私房钱在第三个内裤那边，红红的那个，你给它卷开，有没有？你先打开，有没有？是不是4500？好，你先拿500去哈，就一定要，就是一定要动作，对，看得到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就是同步嘛。哎，大舅舅哎，主管就问路，你要这样子啊？你没有看过人家情侣谈恋爱坐车哦？啊，对对。然后你问路，好不好？这样怎么好意思？没关系，你就坐你的嘛，你不要乱想。还是你问话，我们来演。靠着接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喂，喂，小金牛啊。喂。哎，我圈完了。哎，哪里的你已经身体？哎，什么？你这个什么玩法？我是讲说你的身体哪里现在？啊，我现在在忠孝东路了。哦，哎，你是在？烧烧是哦。我是讲说那个地方，哎，是不是台湾巷那？喂，不是，哪里你跑掉？不是，你不是跟我约天母吗？天母的什么地方啊？你讲一下。天母不是在那个市里？我这个我是太敏感了吧？我知道天母在哪里，我是说你那个餐厅怎么走？哎，你所拨的电话目前我死掉了，哇塞！你不要比就好了嘛。好，你先讲一下，快点。你再先这样好不好？你在那边吗？啊，我是走中山北路还是走哪里？反正你就来嘛，我想怎么去啊？那边那么多病人，他你不会问这个第三家吗？问这一家是他们。哎呀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啊下雨打雷。好，你跟我讲地址就好了。哎呀，太长了。福利桥下来以后怎么走啦？是走中城路还是走中山北路啦？等一下，那你从那个福林桥来的时候，你是跟是谁？跟是谁？你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我跟我的小三呢、啊。是啊。那个有降风吗？你们？哇，太认真了，我的。哇，你们那个重点？那个福林桥哪里？福林桥下来是中城路还是中山北路？反正你那个下手的时候，以为没有人看到。好了，手机没有带你了，你先这样了。你觉得讲快就不会有人知道了？好，
好，其实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的一些习惯。嗯哼，那改不改呢？其实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只有小甜甜那个需要稍微对啊，那改一改，对呀、啊，他的也要改吧？不是你试试看，那个就是不要翘，你就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哪里说？对啊，伸。跟你说，你要做斜的，你朝夏克力那边受伤啊。对他那个，对啊，他那个椅子要转啊，椅子要跟着转呐。好好，不用太多。哇塞！哇，腰酸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没办法跟我们聊。生意说，把我当作家，人家以为你得闹场。不，哎，其实人家女孩子都有在练坐姿，哎，真的，你要练一下。你看，我看你只有穿长裙的啦。我看你不是坐姿的问题，你是体重的问题。真的。嗯，对。肉卡哦。嗯。